各位婚姻乡亲，大家好，我是丁桂珠，欢迎收看今天八月七十礼拜二的婚姻新闻。为三级防疫警戒开始到现在，县内的中青食堂是停办两个月的时间。不过随着疫情渐渐平稳，县内各中青食堂也伫个遵照中央防疫标准之下，目前县内大约有八成，统计122个食堂已经恢复办理了。在今仔日，县长刘德生协同相关单位到后尾溪头社区访视长辈领餐的情形。长辈一个过一个排队准备来领中青食堂的便当，疫情升温以来，食堂就开始停办，所以现在重新恢复办理，总算会当食到食堂好食的饭菜，真侪长辈就感觉真欢喜。对，双个两个。你长恁某的，我某要食。啊，恁人偌久无食咯？我两个月啊。哦，我今开始食呢。我只食四五年哦，快食快好了。可以吃得饱就可以了。这种就讲重要的爱食饱，咁样家己夹夹啲，当然迄阵啊，迄段时间会较无用，家己爱煮啊。哦，啊，咱若食食算讲，咱就中到时拢免烦，时间到来切就通食。随着疫情渐渐平稳，以及境界降级，婚姻馆已经停办两个月的中青食堂。在遵照中央防疫指引之下，目前有大约八成，统计122个食堂已经恢复办理。今仔日馆长就伫先协同各相关单位，到后尾溪头社区探视长辈领餐的情形。总共云林县有150处的长青食堂，那我们在这一周开始整个陆陆续续开张，已经完成到122处。那今天最主要要让我们所有的长青食堂的这些长辈都能够吃到热腾腾的午餐。那我们还是维持原来的公餐不共餐了哈。另外，馆长杜德生也表示，除了外科硬体设备的完善，亲像做板纳以及挂嘴暗等等，在各长青食堂的服务的职工，目前更加有八成已经完成仪表的注射，因此在防疫配套准备完善之下，长青食堂才会当渐渐恢复办理。那我想这段时间我们的厨工还有我们的志工，那我们也陆陆续续透过整个这个网络的系统登记这个施打疫苗，所以现在已经也达到六成以上的疫苗施打，所以在整个防疫原则之下，不只是长辈疫苗已经达到七成的覆盖率，那我们长青食堂的志工还有厨工也都符合施打了哈，那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个系统50岁以上的这个志工也都完成施打，所以我们才能够顺利的让长青食堂开张。期待疫情的状况会当愈来愈稳定，互县内每一个食堂会当渐渐来恢复正常的运作，互有需要的长辈会当安心享用好食的食堂午餐。记者陈佩莹采访报道。